是线呢会跑里面，有没有？好，把这个帽子放上，绕外面，把线拿出来哦，它可以这样子玩哦，而且还可以再捞起来，你看有没有？再打一个交叉哦，好酷啊，有没有？而且在任何地方哦都可以旋转哦，你看，你要换手也可以呀、啊。有没有在哪边都可以旋转，那如果你不想玩的时候呢，你可以这样收起来，这样就收好了，这个就这一个。今天买一送二，刚好小朋友可以带他回去玩了，这目前最新的哦。书法成语给加过哈，这书法招人品，我帮你加过哈，你书法中，有没有？我们是确定是照外面。可是线就是往外面去哈，转过来，把线拉出来。这个外面都没有卖哦，你们想要去外面买这个东西哦，是买不到、看不到哦，只有在这边才可以买得到这个东西哦。好，你拿起来，我们去收一下。没有，蛮好玩的、啊，会不会怎么样啊？然后不玩的时候嘛，你可以收起来。这个就是这个，买一送二。